因讲到客家流行音乐，按多年来近来见许多从事诶，无论托参加创作，也是制作嘅人才，还个公部门咪当从事，也着都看得到安尼嘅现象。再来向下来谈看啊，客家音乐人，佮着对一按多年来创作环境改变有乜嘅看法？好，最后一段了，加油哦！有了三年前制作第一张由共同由张世界经验同信心，有名音乐创作人客家歌手刘小希当头准备听一张。我希望做一一内底个，就着通就许本，点满个现代设备就见来睇咧。我咩否定老人家，咩？但是我认为，安尼客家文化当中应该有一部分，我本点满个设备就安尼将就传承。带见晓讲客，唔晓讲客家个小朋友，恐吓六通热，系刘小希对音乐创作个理念同突破。因为其模像同客家流行音乐汉字托是天界范围之内，就像历代年来公仆们对于客家流行音乐的天授，刘小辉认为附托是好事情，不过模式合概念太多。民间自然有民间行路行出这条路的方法，不是跟那些寄托，而能哦完全做。尤其音乐的部分，按多做音乐的人，跟恁总啊有自家的想法，跟恁比政府行啊低，了么世界的潮流行到那位。摩擦天的演唱，歌声有强烈的穿透力同感染力，当感动人心。罗思勇做音乐创作20年，得过当多奖，一受到大家的肯定。面去了当年的音乐路，佮取得后辈陆续的投入，是客家流行音乐的希望。那啲后生的音乐家的参与创作越来越多的。我知道依家做係出得放棄嘅事情，嚇，就比如講，我哋文化，我哋語言，要受到後生人咧一種尊重，嚇，係關心，甚至咧透過人哋嘅音樂去呈現出來。那喺行銷方面，羅思勇建議透過更加多嘅平台同管道。本无穷款出群，听到客家音乐人爱传达的理念同想法，安尼对客家音乐产业同文化，会有更加大的帮助。客家新闻吴祥平、罗凡新综合报道。